大家好，我是阿和。今天我和刘刘带我妈去玩，去呀、那个电车，好感动。去电车给我妈看一下，动电自动轻轨。轻轨啊？对。去轻轨看轨。河内轻轨、刚开始坐怎么样？可能它很奇怪。对，你也是第一次吧？ Okay, 对，我也没去过。OK， 到了 ，Let's go。哇，这边圣诞节到处都弄得很漂亮。现在带他们两个再看看这边那个小区。丈母娘很喜欢这里，我问我什么时候在这里买房子。哎，太难了。好了，终于走到这外面，看一下。这里就是中国城建的轻轨，它是在这上面，然后这边正好有一个轻轨站，我们现在去轻轨站看一下啊。对对对对，我们上去吧。走过来的话大概要15分钟到20分钟了，所以离这个车站有点远，也不是太方便。这上不了前面呢，这边上面封着了，去前面看一下。这个上面也封着了，那说明这条这边这个车站还没有开通啊。现在我们在网上查一下，看去哪边。因为这边这条线路还没有开通，所以我们现在打的士去另外一条线路吧。因为河内有两条线路，现在只开通了一条。然后用手机订了一个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准备坐车去了。好，来了，前面那个红色车，这个小车有很大的味道，坐在里面感觉头晕想吐，很难受。好了，坐了半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哎，难受。可以看到这上面写个河内哈诺。好吧，你写我不用了。等一下等一下吧，这是地方。开薄了，有电梯。Please be careful. 我走一会，跟他一点。看一下建造，还是挺大的。这一个站还是挺大的。英语，哈哈哈哈哈好，你得就看一下这个版图吧。因为这个是德来的规划改划啊，哈诺的改划啊。这边是买票的，直接买票。然后这个是介绍每个站的一些情况吧，每个地铁站的情况。这点我得摸完啊，这点摸完很重要。点招的稍等，点我得说招电。中国这个腿拐弯，中国这点使用电台拐弯去不听。电干嘛丢重要？乐尊绿豆老店，老店的配菜，那对对着喂，绿豆，那为什么绿豆？啊，我绿豆
你都哈东的哈东公的啊哈东哈东人家啊哈东人家啊这是美女快乐着啊美女说到听懂啊电吗电吗还久电吗说到早点早点哈然后再到那边了去买啊那不能买去然后回啊不能你还回来吗回来了就是去完之后你就出来然后买然后回来如果他那你给那你他会给你钱多的给你在这边看起来这个站人不多我江工的啊没有啊进来我们这还是这那边的那边来这个是不是钱左右左右对了行那个是他的人家的钱包对了左边对没钱了这个多钱没事吗嗯一个一个的要一个一个给一个抹着抹抹某呗这里是钱他说这里不知道你瞅一下放在里面供应电贼再来电车供应电贼那么你等你哪的这里怎么这么你等等等等看他的楼梯先你的先你问一下那个工作人员在那边哈他可以帮你舍离的你跟他说一下这里啊嗯是吧我问一下工作人员看怎么处理嘛这个是轻轨卡后面有说明前面这个是一个图案一次的铁现在等吧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们把那个抹脏拧因为我没看懂那个越南语直接说让他把钱放在那个出票据的地方结果他自己都吞进去了出票据的地方竟然把钱吞进去了真奇怪工作人员来了挑一下那能不能把钱取出来啊他说什么等一下他说是那个人过来这个是电脑路线把那个上面做了上来好了片把后面打开把后面箱子打开后面有个锁可以打开前面的OK 打完好了拿出来了